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三。哇，太阳太大了，不但大，而且非常毒了。好了，今天这个视频我带大家来看一下海洋馆，我们去参观海洋世界。但是今天的这个海洋世界跟你们看到的海洋世界不一样哦，因为这个海洋世界是在海上。这是第一个不一样的地方。第二个不一样的是，因为这个海洋世界它的外形结构就是一艘船。好了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这就是等一下我们要进去参观的地方，海洋世界。它的外形就是一艘巨大的游轮，它有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有6层，有6层楼那么高。哇，你看这边的话就是大海啦。哇，从这个角度看，哇，好壮观呀。好，现在我们进来了，我尽可能把这个镜头拿稳一点。现在出来了，里面大概好看的东西我都已经拍在视频里面了。票价票价130，好吧，这个视频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